本呢成立于1992年，以弘扬中华传统国术为宗旨，由我们国家级的教练沈正达师傅所指导。利他们呢利用周休二日好的时间来新传武术、诗意、古意、气功、养生等等之类的技艺。那有许多家长呢也陪伴着小孩子来练习练武强身啊，同时呢培养亲子的关系。那今天呢他们就为大家带来战鼓以及传统武术的表演。沈正达教练是在我们武汉国小的长期在那边指导学生，指导学生，对，所以今天带来这个这么精彩的这个节目，主要这些小孩也平常很花功夫在练习，所以假使有兴趣的小朋友也不妨可以来跟沈教练来讨教一下。是的，那我们是不是也请我们的沈教练跟大家挥挥手？好，谢谢各位的掌声，沈正达教练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我们很多都是亲子啊，一起来学习。好，OK， 好，我们同样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。